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开箱俱乐部，我是阿善。那今天阿善呢又来干嘛嘞？阿善今天呢又来去看，好，有点蠢，妖怪手表展。好，妖怪手表展。好，那我马上就去看吧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到华山文创园区了，现在就来去看吧。各位看我身后就是妖怪那个地图哎、欸，对啊，就是这里展区的地图。各位看我身后的就是那个有很多不同妖怪的族的一个这个介绍哦。在我身后的是经典场景重现十字路口的地缚灵。刚在我身后的呢是小石狮和小石次郎住的地方神社，然后还有这个是他们的教室，那个景泰的教室，对。这是某一种的猫，猫 KB 景泰的家，威斯帕吉胖喵，这是在景泰的家外面哦。景泰的衣服，还有他的床，威斯帕妖怪手表是做 U 型，好大的展示品在这里哦。天啊，我们进入隧道了，好可怕。Dr. Abbott Mr. Movie 的电影 Mr. Movie 的电影世界还是大导演哦。吉胖喵搭船撞冰山，这是我觉得很有味道的一个场景哦。一看到很多妖怪都在这附近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场景，很有那个味道。妖怪手表的真实品展示，还有所有的妖怪徽章哦，这里所有的每一种都有，包括限定版都有在这里哦。妖怪的火车，还有火车站，这种火车谁敢搭？你敢搭吗？妖怪航空公司哦，还有飞机座位，天好想坐。炎魔宫殿，这是有妖怪。魔王是不是啊？所有的妖怪朋友们，拜拜，我要回家了。好，那阿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观后的那个感想。其实阿善觉得呢，这一个展览算是办得还不错啦，然后该有的东西都有，只不过真的有点少，它的经典装置有点少。我觉得反而上次看的那个吉卜力展，可以点右上方的资讯看去看，那个反而还更完整一点点，所以希望下次可以看到更好的妖怪手表展。那阿善也买了一个纪念品哦，现在马上来做做看吧。